小梅还有光哥哈，在那里拿票。小梅，这是我的身份证。攞好你系嘛？啊，你都点钟噶？六，你多多攞我用眼望咪知几多点？六系六点系嘛？六点几多分？哦，六点零三分噶，系噶。哦，六点零三分个，你去桂平呢聊聊天，然后再去搭车。哦，冇呢啲，喂啊，做大仔借得咯。哎，得啦，慢慢行哈，一路平安哈。这个老奶奶呢，为了乘这个高铁，六点钟的高铁，现在九点多就来购票了，又要在这里等到要等十个小时。哎呀，真不容易啊！今天呢，终于可以去放松放松一下。我们也可以出去爽一爽。外面的世界多么的精彩！光哥，看你那个满面春光的那个脸。外面的世界更精彩。对不对？保孙子啊！哦，保孙子啊！啊！哎呦，恭喜恭喜哦！啊，老了也出得乜嘢？啊，恭喜恭喜，享福得啦，享福享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凤，我是光哥，我是小梅。今天非常的荣幸能和光哥还有小梅去南宁那里向黄哥他们学习。小凤第一次坐高铁有什么感觉？小凤不是第一次坐高铁，有没有坐班车那么好？不过这一次小凤是第一次去南宁，所以心情非常的激动，因为南宁是我们广西的首府，我今天是第一次去。就是你表示从来都没去过是吗？没有去过南宁。那你去到南宁之后，首先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首先吃老友粉哦，吃老友粉。小梅是第一次坐高铁吗？不是，第二次、第三次了。哦，那就是老司机了。我还以为说是第一次的。光哥，我现在肚子很饿，我很想吃鸡腿。鸡腿，大腿就有，哪有鸡腿？你以为在家，对不对？在家就有鸡腿，大腿就有一个，有两个。是吧？那个留给你吃吧。我也不吃那个。小凤去哪里？我去买点水上来。不行，这个怎么可以？我顺便去吃一点东西，肚子很饿了。不行，回来。他们都下去了。这高铁还没到，你就下车，等一下上不来了。快点。那味道怪怪的，老人经常用这个。这么多人，光哥是来迎接我们的吗？有迎接我们就好了。大专学校。哦，学校的。里面简直就是一个迷宫似的。我就怕那个下雨的时候会不会漏水下来。这么低，我不知道，感觉像个迷宫。出趟门真不容易，肚子又饿，口又渴，头又晕。